现在就来到了当时他入住的精神病院。这里拥有着梵谷在发病之后那一种全员涌现，然后呢极力的创作画作的油画，所以来到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家精神病院。现在这家精神病院当然没有收人啊，留下的就是所有梵谷的一切，他在哪个房间，他在哪里作画。我们前面的那段介绍没有介绍，你光进到这个房间，你会忽然间发现到什么啊？啊，这是对啊，啊，那几根柱，那菩萨，也就是梵谷待在这边过。最著名、最著名的星空就在这里画的啊。那当时他的画没有人收啊，啊，当时如果啊艺术眼光高一点的呢，又把它买下来，哇塞，现在啊吃好几代啊，对不对啊？那没办法啊，谁会知道啊？知道了哈，都能够签乐透了，对吧？所以进来这里面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呢，啊，慢慢的欣赏，慢慢的看哈，啊。其实呢，没有什么景啊，说穿了，他就是来感受一下当时梵谷住在这边的感觉。但是怎么感受的，我也很难说。这里是精神病院啊，如何能够一个发了病的人呢，啊，还能够创造出世界名著作品那些油画？所以很多人说，梵谷的画后来呢充满了抽象，是否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已经错乱了呢？而且当时他还割下了他的左耳哦，所以呢，梵谷的画作里面有一个是梵谷的左耳，哇，非常有名啊。当我们进来这里面看到的就是当时的场景，整修过的了啊。看完之后呢，有没有特别的感觉？会不会忽然间也自己哦画信来了啊，想画一幅画啊？也可以啊，就在里面好好的画一画吧。那我们走出来精神病院外围，也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雅尔。雅尔出名的原因莫过于梵谷住在这一阵子，因此画了不少作品啊。最有名的就是画家梵谷曾经住过的15个月，这期间他画了300多幅啊。一生为忧郁症所苦的梵谷只活了37年就自尽了，在雅尔透过的创作找到了这个情绪的出口。雅尔真是古色古香啊，哎呦，真超美啊！但是啊，雅尔也因为梵谷才红了。但是以前雅尔的居民呢，却把发病的这个梵谷呢赶走了，真的很讽刺呢。像是知名的龙和尚的星夜，黄石小屋，龙和尚的星夜鼎鼎有名的龙和啊，也是梵谷作画的地方啊，所以星夜就在这里画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最有名的啊，我们马上直奔这个地方啊，就它地上有很多的标志啊，都画了这个梵谷作画的 mark， 所以很多艺术派的学生呢，来到这里啊，都会跟着地上的那个 mark 去寻找当时梵谷发病的地方嘛。当然不是啊，梵谷去作画的地方啊，那跟着那边啊，到梵谷当时画画那个地点，看看自己能不能像梵谷一样画出啊很漂亮的作品啊。那这里最有名的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梵谷咖啡馆哦。为什么？就因为他在这喝咖啡啊，有名就是这样，就跟现在的偶像是一样的啊。穿了什么品牌，吃过什么东西，他瞬间有名人代言就红了啊。梵谷咖啡馆，梵谷作画的地方，这里曾经也被战争毁坏啊。鼎鼎大名的梵谷咖啡馆，梵谷其实有一幅画叫做《星空下的咖啡座》啊。那画中的咖啡馆呢，后来在90年代初期呢，重新整建了，为了强调跟
梵谷画作一致，就把我们现在看到的梵谷咖啡馆呢漆成了黄色啊。事实上当年咖啡馆并不是黄色的，只是按照梵谷画中的咖啡馆重新整件呈现了这个样子啊。那这一幅画1888年9月在法国的普罗旺斯的雅尔所绘啊，目前就收藏在荷兰的博物馆了。而且你知道梵谷啊，第一幅有星空背景的画作了，就是什么星空下的咖啡座啊。那其他有星空的画作呢，同月所做的还有龙河上的星夜，以及最有名的两个字星夜。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哈，其实梵谷很喜欢用星星作为背景啊，对不对啊？那我们继续走啊，你在看梵谷的画，你会发现呢，当你来到了雅尔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哎，怎么那个画好像活生生的就出现在你眼前了、啊？因为雅尔的街道上房子的景色，就是梵谷作画的地方。所以你以为油画那些房子是假的吗？你到了这边，你才会发现，哇塞，原来这里的房子就长得跟梵谷画中的油画是一模一样。我们之后走到了雅尔的竞技场，是世界三座保存最完好的竞技场之一，是一座古罗马的圆形竞技场。这个竞技场可以容纳20000多人，在古代的时候用于观赏战车比赛、血腥的格斗，现在还有在用哦。夏季可以欣赏戏剧，还有音乐会，还有斗牛都在这里。现在我们前往亚维农，位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沃克吕之省罗纳河左岸的一座城市。亚维农始建于罗马时期，亚维农这座城市曾经是罗马天主教的教都，尽管它作为教皇权力的象征只存在了数十年，但是给后人却留下了让人惊叹的宗教建筑物。亚维农在400多年间一直是教皇城，这从根本上奠定了该城的历史风貌，所以环绕教皇宫的旧城有高大的城墙，这些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现今的亚维农城内外人口超过了50万人，是法国前五名的城市。老城区内居住的人口呢，是只有10000多人，不多。观光客啊，比这个居住在这边的还要多，这在欧洲很常见啊。那1378年到1417年之间呢，天主教会大分裂，很有名哦，它叫做亚维农分裂。天主教教廷从罗马迁移到亚维农，继而出现了两个各立教宗的情况。我们就现在就来到这边，它的大分裂是亚维农教廷时期，前后一共有7位教宗在亚维农生活。亚维农城在1348年，亚维农教皇宫就是这里，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哥德式建筑，它也是一个军事碉堡，同时也是一座皇宫，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14世纪教皇的官邸。天主教的书记主教6次啊挑选教皇继承人的秘密会议都在这儿。那亚维农教皇宫举行，当时教廷的教皇在这边都陆陆续续产生。亚维农教皇宫有一点像是当时的梵蒂冈啊。那这个亚维农教皇宫啊，不仅是体积最大，在当时的体积最大的哥德式建筑啊，它
它也是结合了教廷自己的建筑装饰风格以及法国当代最优秀建筑师的工作结晶。那亚维农所处的地区呢，有丰富的石灰岩啊。那亚维农老城的城墙就是用当地的石灰岩把它筑起来的，所以亚维农外面有一个很长的城墙啊，总长有4330米，城墙走上去有一个景点叫做多姆岩角，那这个多姆岩角它凸起高达了35米，我们现在就往那个地方走去吧。在这儿就是多姆岩角，你看看、啊、这个城墙啊，环绕整个4330米，整个亚维农啊，那这里高达35米，形成河水无法侵扰的高地，成为了亚维农城的高点。圣母大教堂啊，岩石公园就在我们后面啊，都建造在这个岩石角上啊。前面是亚维农著名的断桥，也叫做圣贝内泽桥。它是一座中世纪的桥梁，横跨了罗纳河，连接了亚维农和左岸的亚维农新城。它新建于1171年到1185年呢，原来的长度大概900米，但常因为洪水冲塌而多次重建。1668年特大的洪水之后，这座桥的大部分呢都被冲毁了，终于就不再使用。最初的22个桥拱只有4座保存了下来啊。飞上来看看哦，亚维农的断桥呢，有曾经拥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曾经是里昂跟地中海之间唯一的固定桥梁，也是亚维农教宗领地跟法国国王控制下，法国本土之间唯一的一座桥梁。我很喜欢法国梧桐，法国梧桐在法国最知名的行道树，你到了乡下，哇，更是美不胜收。城市道路也很常见，春天夏天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些梧桐树啊，大享受啊。我很喜欢啊，开满绿叶的梧桐树。而到了冬天，其实梧桐树的树叶掉光了，哎，还是不错。你知道哪里不错？它树干白白的，哎，整个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啊。我们一路就来看看这美丽的树林隧道。翻山越岭来到了塞农克修道院啊，刹那间啊，觉得这个修道院历史都不重要啊，大家全部被这个薰衣草吸引了啊。每一年到了6月，也是南法最多人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来看薰衣草。其实就算是冬天来南法也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南法其实气候非常的棒，它不下雪。那这里被誉为法国最美丽的修道院之一，同时也是知名欣赏薰衣草必访的景点之一。但是它的路很小啊，就很烦啊。那个车子进来，这个季节太多游客来了，而车子就卡在外面，进都进不来啊。那这里在西元1148年就建立了仿罗马式的塞农克修道院。我们来到了。
建于1148年的修道院就在薰衣草的花海当中啊，环境非常的优美，但是大家全部啊都被吸引到外围去拍照了啊。有时候你在田野里呢，可以看得到身穿棕袍或蓝袍驻居的修士啊。目前由一个院长以及12位僧侣啊，在这边建立的啊。屋顶部分能使用了博西村相同建材的石灰片岩，内部呢则是用了石壁，还有什么方形窗户、圆拱状的天花板。你看看啊，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相比啊，这间修道院啊，简直朴素的让你惊讶。那下手啊，咋差呀？告诉你，就因为树，它反而带来了另外一种安逸宁静的感觉。它在薰衣草开花的时期呢，素素的修道院配合上紫色的花田，真的会让你难以忘怀。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的美包罗万象，除了最知名的蔚蓝海岸线外，我们还没走到啊，有很多座山城，这些山城呢出现了什么那种一世独立的感觉啊。沟和德原本的意思就是在空中的小城，整座城依山而建，很漂亮，很特别，有独立于世界的感觉啊。那越开越近呢，刚刚开进这个山头的时候，就会发现整座山不只是用房子砌成啊，在这的房子是由石头砌成的，这里就是传说当中的石头城，也叫做天空之城。它本意呢，也就是在空中的小城啊。你现在这样子啊，你看不出来它是像在空中的小城啊。待会那个空拍机飞上去，你就可以感受到了。所以你看看呢、啊，我们一走进来这里，你看看两旁的房子是不是都石头盖的啊？那现在呢，刚好遇到了假日市集，也是这个地方最热闹的时间点，夏天嘛啊，所以所有的摊贩全部都出来哦。然后这一趟我们刚好又遇到了法国的首波的热浪来袭啊，几乎天天的气温就是37到42之间呢、啊，吼吼，热咖糟不喽啊，但不错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宁可热也不要冷，对吧啊？但我刚好相反，我个人是宁可冷也不要热啊，每个人喜欢的感受不一样啊。但老外更不用说了，老外其实很喜欢晒太阳啊，虽然他们也觉得热的有一点夸张啊，但是老外他们对于夏天那种啊太阳晒在身上的感受啊，好像比我们好很多啊。我们比较不行啊，我们呢不一样啊，热也不行，冷也不行，呵呵，就是要春天秋天的气候啊。但是我觉得旅游就是这样啊，旅游除了景色之外，还可以多看看，多用身体、用味觉、用嗅觉、用感觉去体验它，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走在这儿啊，大家呢会热啊，但是呢看到这山城呢真美啊，天气也非常好，你像气温这么高，天气一定好咯。走在这个山城里面呢，就漫步在这里面啊，那种感觉，很多年轻人，很多日本人啊，在台湾啊，在台湾毕竟真的
要单国之旅的还是不是很多，尤其是深度之旅的更是少。因为近年来大部分的人呢，会对于这个欧洲这个旅游单国之旅啊，还有这个现在市场上很多这个旅游展啊，把欧洲线杀得很低啊，大家对于单国，对于这种比较深度的旅游的时候啊，兴趣比较没有那么大啊。那我相信呢，愿意来的人呢，其实呢也是有一定概念的，也是就对于法国这种山居岁月、慢活生活特别喜欢，对吧？我们除了在这边看看石头城之外，待会儿我们就飞上天空来看看吧。南法普罗旺斯、瓦朗索尔，南法普罗旺斯是法国夏天最受欢迎的观光地点。每一年的薰衣草六月底到七月间盛开的时候，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朝圣。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比较热的时间点了、啊。那个时候的饭店也是非常非常难订的啊，因为全部的人都想要来看看这么美的薰衣草啊。那想要欣赏薰衣草的美，普罗旺斯有几个主要的薰衣草集散地，像沃克吕兹、薰衣草海洋、瓦朗索尔，就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北部还有一个叫做索村。那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呢，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塞南克修道院。哇，超会塞车，因为很多人来看啊。而这个时间点的南法，除了热之外，也是最贵的。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一趟呢，藉由我们的南法之旅，其实我们是走北中南法，等于是法国快全览了、法国这样子还没走完呢，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看，这样了解哦。法国，我个人最爱的一个国家，那面积最大也是最壮观的，就是怎么在瓦朗索尔。瓦朗索尔不是只有这一区啊，是太多区了啊！你这样看，只有看一小块区域啊，而且每一个区块长的时间点啊，一点点不太一样啊。从这样子的拍摄方式，你看，哇，好多的蜜蜂啊、蝴蝶啊，自然生态很棒啊，非常好啊。我们前面去了塞南克修道院，我们现在来到了瓦朗索尔。瓦朗索尔也是普罗旺斯地区薰衣草开的最灿烂的地方，我们只是在其中一小块区域哦。这里拥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薰衣草花田，每年到了夏天，整个平原就会变成什么？整个平原就变成一片浪漫的紫色花海，一望无际。要看到想象当中的紫色花海，一定要在它的花期前往。每一年大约六月中到七月底是普罗旺斯薰衣草的花期，去早了紫色尚未成海，晚了大片的薰衣草都已被收割。准不准啊？不一定准啊，现在的气候拜托连神仙都抓不准啊，而且气候变化太多了。那通常七月中旬普罗旺斯的地区的薰衣草会开始收割，那每年的收割时间呢也略有不同。这一趟是我第一次，我个人小王第一次啊，亲自来拍这个南法的薰衣草啊，很漂亮啊。但是当然不是我们台湾旅游世界第一次来了啊，只是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啊热啊，刚好遇到热浪来袭啊；第二美啊，个人觉得很漂亮啊。那常常在旅游过程当中兼顾摄影啊，兼顾旅游团体的带领啊，
哇，然后回来再后置啊，完完全全都是希望所有的主角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尽欢。那现在我们更进展到了YouTube 啊，网络上，所以你随时随地在全世界都可以观看。这一趟我也用了空拍机哦，那就可以不只看这个区块了嘛，让我飞上去让你们看看整片薰衣草，整片的花海。看起来怎么黑黑的哈？没有啊，那是因为逆光啊，光线照耀的这个角度不同了，拍下来的那个颜色呢也略有不同啊。现在呢，我就用了空拍机飞上来看看这一区块啊。你前面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工厂啊，就是薰衣草采收完毕，就在里面提炼薰衣草油。薰衣草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伴手礼，你都可以买。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飞上去呢，就会不一样啊！你看我飞高一点，就可以看到不一样了啊！那这已经不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是飞比较远了，已经飞到一两公里以外了啊！这个平原呢，叫做瓦朗索尔平原，整片呢，整个平原全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薰衣草花海。薰衣草有什么功用？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啊？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啊，薰衣草在法国人的心目中跟台湾人不太一样。台湾人对于薰衣草的印象是浪漫的，象征了南法，象征了普罗旺斯，在一片紫色的薰衣草园拍照是到南法必做的事情啊。但对法国人来说，薰衣草有着抗菌清洁的作用，很多家居的清洁用品都是薰衣草的味道。法国人甚至会把晒干的薰衣草放在纸袋后，放入衣柜的袜子区。听说这样可以除臭，真的跟台湾人对薰衣草的印象差很多。对很多人法国人来说，他们也不太能了解亚洲人对于薰衣草的一种幻想跟情怀。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每一年的七月，普罗旺斯地区的薰衣草开始收割，但每年的收割时间呢略有不同。这就是他们现代的自动化机械化的收割，他们收割完毕之后，通常在每一个薰衣草园的旁边就有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就直接做薰衣草油的提炼。那七月初是蒸馏薰衣草的时期，农人会依照花朵的颜色跟开花的程度来决定要不要采收，要等薰衣草完全变成蓝紫色才能开始采收，所以每一个农田采收的时间不一定都是同一天呢。要等薰衣草完全变色之后才能采收，采收之后呢，密集的把它放在箱子桶子里面，把它塞满，让它尽量不要有空隙啊。放满以后呢，紧紧的盖住，也就这样放满又紧紧的盖住，从铁桶的底部开始蒸汽啊，一直蒸大约一个小时，让薰衣草呢慢慢的蒸出液体来，液体里面其实是混合着油，40分之1是油，其他的呢是花水。经过时间呢
油会自动和水分离，这个就是水咯，花水咯。那水被蒸馏出来，油也被蒸馏出来，水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薰衣草花水，而油就是被取作为薰衣草的精油，这个就是油咯。所以这样能够了解到了吧，薰衣草的英文是 lavender， 大部分在法国普罗旺斯的平地能找到的薰衣草呢，都是 lavender， 是一种薰衣草的混种。那现在我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这一趟来南法的重头戏哦，梵谷光影体验展，艺术与音乐体验的光影采石场，听着音乐，随着投影机投射在石头墙壁面的光影，跟着一起进入梵谷的星空，还有日本梦这两大主题，巡回超过50个城市，累积超过600万人次参观的展，听说即将来台湾的样子啊。那这个采石场呢，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因为所有的展览呢，很少有人是在采石场里面展览的啊。这个采石场里面的石头的颜色呢，是2000万年前所形成的石灰岩呢。那光影采石场前身为19世纪的采石场，不过在193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钢筋混凝土更经济更实惠的建筑材料兴起，影响到这个采石场的生意，最终被迫关闭了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光跟影呢打在这个石头上，超美，全世界你要在采石场看画作只有这里咯，真的很漂亮，非常的值回票价。那这样子的展览呢，我觉得就让我们来静静的欣赏我现场所拍回来的光影采石场梵谷作品。梵谷 3D 光影采石场值得一游。
有没有看得很过瘾啊？在这里面呢，你很难想象这些是画，你不得不佩服啊，法国人在光影艺术的现代科技上面呢，做出了一个融合了艺术画作还有现代科技，真的很厉害啊，也真的很美。在这里面要看完所有的画展，大约需要45分钟到60分钟之间哦。大家其实看完之后都还舍不得离开，因为真的很震撼。尤其是光阴采石场里面的腹地非常的广大，自然的这种空调，采石场里面就很凉啊，不太需要放什么空调，进来这里面非常舒服。来到了马赛，位于法国南部，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最大的商业港口，更是法国的第二大城。有趣的是，第二大城马赛和第一大城巴黎大异其趣哦。巴黎被称为浪漫之都，所有的时尚，所有最浪漫的都在巴黎。但马赛不一样，马赛它就被称为被天使遗弃的罪恶之城。就这样，它变成了马赛的代称。这两个城市简直是世界上最不合的亲兄弟喽。但其实我更喜欢这样一个不全然美好的城市啊，因为它的背后的故事往往最迷人。马赛因为接近港口，所以马赛呢一直以来呢就有很多的外来移民，包含了从北非过来的。那港口需要很多的劳力嘛，自然而然就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种族冲突，也就带动了这里的罪恶。但我觉得不全然美好的地方还是有它迷人的一个文化存在。那关于马赛鱼汤，现在我们来吃的哦，许多人印象鲜明的呢就是呢它的腥味啊。但其实你看这些硬硬的面包啊，才是真正马赛鱼汤它在吃的一种方式哦，完全不做调理的腥味哦。哇哦，很多人吃了以后呢，就像我们的秋霞，他会赞叹他的好啊，有一个淡菜的味道啊，那应该是那个哇，我不知道怎么讲，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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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他那个的味道。别来讲啊，也许有的人会对食物有很多的挑剔或者是抱怨啊，认为不合他的胃口，但是食物它的香气总是旅行当中不可抹灭的记忆。马赛鱼汤简直替马赛这个地方做了最好的注解啊。那以前是因为前面看到这个岛，我先讲这个岛好了啊。这个岛呢是什么，作为马赛军港的前哨站啊，它是非常有名的伊夫岛。伊夫岛成为囚禁政治犯或死刑犯的绝望之岛啊。伊夫岛也是法国文豪大仲马基督山恩仇录的小说背景哦。那以前呢我很想排这个景点呢、但是后来没有排啊。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看过基督山恩仇录啊，你才有办法排出这个景点出来，大家看了才会有感觉啊。如果没有啊，你看了呢会不知道哇，原来基督山恩仇录里面讲的那个点真有起点啊，对吧？
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著名的地方，守护圣母圣殿是位于法国马赛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圣殿啊。这座华丽的新拜占庭式的教堂坐落在马赛的制高点，你看看，这就是拜占庭风格的设计。马赛老港南侧海拔162米的石灰岩山顶守护圣母圣殿是马赛的主要地标，也是每年8月15圣母升天节的朝圣地点。守护圣母圣殿的圣母像立于马赛的城市的最高点啊，我们刚刚就从它前面的平台拍了整个海港，对吧？圣母带着笑意，最高的地方看了这个赤裸之城，看尽这个城市的罪恶以及纯净，看尽这里当地的移民眼中的希望之城啊。静静坐在圣殿里祈祷的当地居民，望着那一张张虔诚低头祈祷的脸，他们和我们一样啊，希望过着好的生活。法国跟欧洲其他城市一样，他们接受了难民，在这个港口当中充斥了各式各样的人种。我觉得好像一条赎罪之路啊，马赛被称为罪恶之城，就来自于它有很多的北非移民。马赛的罪恶之城的名声就在圣母院高处往下那看的那一刻啊，我们会发现啊，其实世界再简单不过，它的罪名来自于它相对这个城市的贫穷嘛。横陈的欲望其实不过为了祈求更美好的明天。我前面有说到，我喜欢这样一个不全然美好的城市啊，我也喜欢来到教堂，因为在教堂里面，往往我可以看得到一张张祈祷的脸上透出的生命力，他们想要的那种希望啊。而且旅游到每一个国家，进到教堂会告诉我们，每一个城市不只是旅行行进的都市，更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开了马赛，我们进入到了尼斯，这是尼斯的海滨大道，也叫做英国人大道。这旁边有很多很多有钱人买的房子啊，英国人很多人来这边自残啊，因为英国相对比较湿冷嘛，所以很多的英国人来这边买下了这里的房子。面对的前面的这一片地中海啊，哇，那个美丽，那个景色，很多很多的老外就喜欢走在南法的蔚蓝海岸啊，步行啊，看看这些建筑啦，晒晒太阳啦，再热他们都觉得 OK。女生这个时候是最好展现她身材的时候啊，穿着比基尼啦，然后打扮得很清凉啦。法国东南部的城市，地中海的沿岸，法国南部的港口位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尼斯，它地处于马赛跟意大利热内亚之间，所以我们之后也会走到意大利去哦。它是法国的第五大城市，在尼斯走在它的街道，感受到的哎，又是另外一种法国不同味道的地方哦。所以你看看呢，你回想看看我们从第一天的法国到现在的法国，是不是一直感觉它有不太一样的那一种文化，不太一样的建筑，不太一样的习俗，然后呢，走起来景色也不太一样，这就是我说的单点的深度之旅。我常讲啊，台湾旅游世界，其实你要注意看，我们是天天带状播出哦。要播出这样子的节目，要制作这样子的节目，其实背后是非常非常花尽心思的。所以我每一次都很感谢每一个来参与的男女主角，因为你们其实更是带动这一部影片最大的功臣。有了你们，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影片带回来给大家看嘛。我们现在沿着梅德森大道往海边走，马赛纳广场就在这。18世纪的风格建筑你们都有看到吧啊，这整个都是18世纪的风格建筑，于1852年建成，是尼斯很热闹的地方。它也是世界三大嘉年华，每年2月份在尼斯嘉年华就是在这个地方举办。
我们欣赏完马赛纳广场别具风格的建筑啊，那我们现在也来到了就俗称的蔚蓝海岸哦。在这里很多人说呢，来蔚蓝海岸不晒晒太阳是不行的啊，一定得晒晒太阳啊。那我们亚洲人啊，台湾人啊的 man 啊哈，这个时候如果让大家晒太阳还得了啊哈，被骂死啊。而且这个时候刚好是黄昏啊。There's somewhere I like to go. Out walking with my shadow. And my garden friend. Oh, Yahweh, I know you got me in hand. Oh, I am tired.你看看老外啊，就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样啊？老外呢，心宅喝咖拜啊，他都不怕啊，他就能直接跳到海里面了。